新曲。翘楚都来到我们当中喽，怎么讲 ？Pop 小王子，八点档小公主，这边还有我们的美丽的 model， 还有我们等一下，八点档小公主，我是八点档小辣椒。哎，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拼呢？他今天拼什么啦？哎呦，他今天很辣耶！何必呢？相煎何太急呀？我也只有背可以见见人，好不好？平常那个在戏里面演彩华，演我妈妈的时候，没有这么穿的这么露，没有穿那么 sexy。啊，今天请大家来到反应王，顾名思义就是考反应啦。对。请问平常你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跟反应有关的？我很厉害，我很厉害，我反应真的是一级棒。哦，我告诉你，有一天啊，我在一个表演的场合，我唱现场哦。唱现场。出片歌手，真的假的？然后唱现场，我唱一半之后呢？我忘词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厉害嘛，忘词了，简单，大家都这样子。哎，来，会唱跟我一起唱。对，我也用这一招哎。这一招我也有。有一些歌太高的，我也是。哎，大家一起啊！我看得出来。然后呢？你知道现场多嗨啊？跟我一起唱。鸦雀无声。对。怎么会这样？好安静啊！为什么？那个是什么场合啊？因为那是郑中英首张专辑新歌发表会。安琪没有。有啊，我们常常走秀的时候，一定都会很多很糗的事情。对，但有一次追求的时候，我穿了一个那个很性感那种低胸的衣服。我这样薄个版面或什么的，就塞了很多那种 new bra， 事业线，对，就把事业线弄很深很深这样，然后就很骄傲的走出去，结果走一走，就突然 new bra 听到一声啪，哇，不粘了，但我就很怕，因为是个洋装，我就怕它从底下掉出来，对，然后我想说完了怎么办，我就用肚子这样一挺，把它就卡在肚子这边，哇，对，但是还好那个就是底下是宽宽的，我想说应该看。不出来，但也没有掉出来这样。但我一转身，后面模特就憋笑，想说为什么？后来才回到后台跟我说，你刚才变成……哇，这太尴尬了吧？对，就是这边两个奶，上面也两个奶，粘在原本的地方不粘，掉下来到这边还会自动粘住。对，算是厉害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分队了，来分队了，对。好，把我们的卡推进来，我们的四位。请进行抽牌，抽到我的脸就是我的队，抽到道远的脸就是道远的，没错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请开始抽牌。来，啊，哎呦，我抽到耗子那队，喂喂，哪像耗子啊？他讲我比他帅的可多了，还是我？那我怎么抽到严清标一样？什么严清标？这是我们的中医跟我们安琪，是我们的爱成队啦。我们燕佩是我们的道远队，彪哥，既然分好队，赶快来进行我们的超级反应王。超级反应王该怎么玩嘞？听好喽，大家一同喊完，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的指令后，立即做出裁判所下达的指令动作。若做错动作与其他参与者不一样时，就会获得叉叉一个，并惨遭干冰伺候。得到三个叉的来宾即将被淘汰，看看谁的反应又快又好，就能够帮队伍取得最后的冠军哦。再来进行我们的超级反应王。一个是老花，一个是我不讲我自己老花眼。接下来我们是我们道远队长先上阵哦，双熊，双花对双熊，还有我们的明熊，是你，你说我是熊，他是明熊，你是狗熊啊。好，马上来进行我们的。
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搓汤圆。哦，很好，很好，大家一起玩橄榄球。明雄哥，你是中风了吧？贴肩呐，是对撞，对不对？没有的，我觉得他这个比较像五十肩呐。后面的 OK 啦，这位宝贝七岁啦，不是，是要球在我身上，我要保护他，我要。哦，可是你的手势好像像抱小 baby 那样，所以是拿球。这两位还蛮平均的，所以只有五十肩的明雄哥不一样，拍他。他们是抱胸部，没有，他们是对，没有橄榄球，那你不对，是在橄榄球。道远对，得了一个叉叉。你不是很厉害？都没有概念，你们没有打过橄榄球吧？注意了，注意了，跟谁不一样？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玩跳水。女生这样动作算标准，这位金鸡独立的朋友是金猪，是大脸，是大脸，你跟我奥运跳水，奥运跳水哪里有？踏板。起跳一定是这样子啊，不要乱掰，不要乱掰。哎，你的手没有，不是。这位，等一下，先听我讲完。我告诉你，我真的是最标准的。你们真的听得太慢了。我是从这样子到这样子，然后你们就刚好停。我接下来是要这样子，然后接下来再咬下去。哎，妈妈，没有人会理你。我们这个是看谁不一样，你就是不一样。真的吗？看看大家，所以喷重音跟道远。请你加油啊，好不好？老婆，加油啦！加油啦！加油！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老花眼啊！你一定要对哦。哎，目前应该只有安琪是比较危险。你在看？他抱着老花眼。手上的朋友也是看书啊，今年的婚姻怎么样？你也知道阿公级的都很喜欢看 Playboy。喂 ，Oh my God， 这个是重度老花，问我就知道。我 M 蹦恰恰的时候，我有戴老花眼镜，我真的常常就是这样子拿着看。在这边，我要先跟大家爆料一件事情：一不惊人死不休的统统，究竟会抖出郑中医什么样的八卦好料呢？攻击都很喜欢看 Playboy。喂 ，Oh my God， 这个是重度老花。问我就知道。我 M 蹦恰恰的时候，我有戴老花眼镜，我真的常常就是这样子拿着看。在这边，我要先跟大家爆料一件事情。哦，就是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老部正中医真的老花眼的很严重。你知道他拿 iPhone 啊，我们一般一排可以看到五六个字，他只能看到两个字。因为他的都放很大的字。哎呦。这个功能，中音跟安琪喷他们，加油啦，我们找杰斌了啦，安琪记得他，我们的中音，哎呀，哎，妈妈，你第二个插奶真轻点，你听牌咯，哎，谁规定戴老花眼镜一定只能看书？啊，谁说跟大家不一样？准备看谁不一样？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。扮鬼脸，哎，第一个是完全不用手辅助的，哎，这位是他脸就是鬼脸，中风吗？你的手怎么样？这个哦，这是可爱的鬼，好可爱，是很可爱。这位在想家的朋友，其实我现在看不到你，因为我眼睛已经眯成一条线了。哦，看来只有我们的明雄哥。手不是在脸上的，所以喷他。鬼不能这样哦。好啦，恭喜你得到一个叉。好，明雄哥也听牌了，目前。哎呦，危险哦！大家继续加油喽，看谁不一样。看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
是一样的，大家一起学丘比特，大家一起去滑水，要停住哦，动作要停住哦，停，不一样喽，你是在骑水上摩托车吧，滑水啊，你在滑什么水，他的那个是前面有一艘船，你有艘船不是滑水吗，后面跟着那个船，哦你是船滑船，对啊，安琪你是我就是在那个在听音乐，没有我在滑水道，滑水道，对，然后手要放在头这边才安全，这个滑水你们是晒日光浴，这位晒地下日光浴的朋友，这不是在爬迪吧，去八仙乐园基本的动作都是这个样子，那就滑水，要跳脚滑水道吧，没办法两只脚都平行，你这是不知所措吧，跟你在冲浪吧，滑水滑什么水，你们看我前面有一条绳子，前面有一艘船拉着我嘛，我在滑水，我在保持平衡，哎，你八点档拍多了，有点幻想，更棒，我们说是滑水，一个骑水上摩托车，一个被船拉，所以是我们的中一个民雄大错，对啦，那个不是滑水啦，勇士啊，我们这才是中正确的，这个恭喜你们各得一个叉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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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队长。看谁不一样？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练剑道。剑道？请问你在练剑道啊？他那个应该是西洋剑哦，我觉得。是西洋剑吗？不是吗？剑道，剑道，不是。安琪跟我们的道远是一样的，很标准。那这位桃木剑，很明显的是我们的爱神跟我们燕佩不一样，喷爱神跟燕佩。哇！想不到啊，想不到，一上场就一个擦。我很看好你耶，队长。燕佩，我是先让你哦。看谁不一样。小朋友，怪叔叔，你太客气了，是怪叔叔，对不起，爱晨，我们只好喷他。他是我们这一队的，我干嘛？这位怪北北，你以为可以木混猪？队长，目前爱晨已经两个叉喽，加油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请继续加油，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拉二胡。请你正常点，大家都在实实在在刷屏，只有你在跳舞，所以喷爱情，恭喜我们的爱神队的安琪，最后一个擦，好，准备喽，看谁不一样，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当孕妇，肚子摸肚子，这位刚吃太多的朋友，哦不不不，你也知道孕妇会想吐，哦，他有食吐，等一下，我这个十个月快生了，你是吃太饱对不对？快生了，哦，好扎实，对，哎，你不要乱拍，羊水会破，等一下，没有结实哦，哎，你肚子好大，而且你看啊，你看啊，你看啊，你会震动，你看啊，余震哎，天爱天，是真的吗？喂喂，好，很明显的是我们的道远是处于害死的状态，不一样，喷你，
三颗牙齿痛，嗯，可能是智齿，智齿很智齿。安琪是也是智齿，嗯，臼齿，臼齿也是后面的嘛，对 对，也是右边。道远是没牙齿，这位两边牙齿都很痛的朋友，我是假牙痛，只有你两只手哎，人家不能整排都痛，因为大家都只有右边痛啊，为什么你要两边痛？他比较痛你。好啦，我们的爱神结冰了，我三个叉什么？你被淘汰啦！只剩下燕佩了，是安琪，安琪加油，我最看好，加油，准备了，好，小心的安琪加油喽，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做 CPR。停停停停停停停 ，CPR， 对 ，CPR。哎，你很不合群的，你那什么？你为什么要？正要吹。那是第一个动作，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你隔壁的朋友们，那他们是下一个步骤啊，下一个步骤怕你，加油了，林道远，等一下，我们的道远已经挤满三排了，恭喜你换得一个好台，哇，现在是2-1的 PK， 接下来要让我们欢迎专制美女的大。魔王做一样的动作才算过关，如果做不一样的话，就得到一个叉叉。准备开始喽，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挤青春痘。战况激烈，两位美女大对决，道远对于爱晨队，究竟哪队会胜出呢？要跟我们的魔王做一样的动作才算过关，如果做不一样的话，就得到一个叉叉。准备开始喽，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挤青春痘。右脸，右脸，右脸。啊，他是长在左脸，左脸，很明显的，我们的安心挤左脸不一样，请判开。挤满了。尊贤，所以我只好派你了。啊，真的很敬老尊贤。你先上，快点，要派谁给我们处理？快点，爱神队请就位，其他两位团员请戴上眼罩。来，我们的大美的新选武器。深仇大恨，燕佩，我应该对你还不错吧，燕佩。我们这位郑中医小姐呢，人家堪称是演专门演坏女人。哎，该打。这时候这句话可以不用讲，好不好？你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都在叫好啊，吃饭的筷子都放下来了。对，是不是就是要这个 feel 啊？不要手软了，导演。你可以再狠，好不好？有力的出力，美丽的就练身体啦，好不好？运气很好，碰到原住民出草。请问你们要指派谁？请举手，请举手。举手哈，好打，好，请执行。哎呦，哇，要人命啊你们！哎，打人家那么大力呀！哎呦，哎，这是有伤到手，有怨抱怨呢。哇塞，哇塞，中影中影，你看前面那个妈妈在叫好嘞。是因为这样子他演坏人，就这样子弄他。太坏了啦，组长！请问我们的中音解决的是谁呢？谁是刚刚嘣一声那么大声的？光刚刚的声音就知道是那个，真的有深仇大恨呢。来来来。
先帮我拿一下，帮我拿一下。哎，这个借我看一下，这个借我看一下，借我看一下，拿着，你拿一下，拿一下，拿一下。哎哎哎！啊，我为什么无缘无故被处罚？你觉得是大人？真的吗？是他？你确定？我非常肯定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刚刚这个敲下来的时候，是一个很扎实，一个感觉就跟闷棍这样敲下来。那个就是闷棍啊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可是他的那个声音没有那么宽。判断，我像那种人，他声音比较窄。你觉得凶器是窄的？对，凶器窄的，细细长长的，跟人没有关系，是跟凶器有关系。常常被他剥肥，有经验，他很了解的，声音都听得出来。这回合真的是看不惯了啦，对不对？我身为队长的我，我一定要站出来讲一句话。哎呦，刚刚这样子打你，发现了，你真的看得过去吗？看不过去。你觉得这些来宾可以过得去吗？过不去啊。对，所以这个回合还是得牺牲。不然我们再公平公正一点。要不怎样？点兵点将，你点绝对不公平，我点好了，好不好？你点啊？对啊，好，你点，按你念哦。我点到谁就是谁被打。这可以。好了，我们可怜的安琪就是我们现在大头王，整不得弄你，哎呦！请爱神队的队友戴上眼罩，开玩笑，道友要请选我们的武器，要怜香惜玉啊！我们的安琪长得这么可爱，安琪，他压一咬就过了，你这个人好酷啊！你们决定谁要行刑呢？明雄哥好了，明雄哥好了，明雄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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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打太用力哦。起走，预备，加油，就过来，起走，一二三，哎呀，哎，这下子好重哦，来来来，哇，好狠哦。请问我们安琪，你觉得是谁对你下的毒手？刚刚真的很大声呢，安琪很小力啊。我觉得有计谋，我觉得还是明雄哥，他可能以为我不会再猜他，我就觉得是明雄。有时候其实最毒妇人心，你都不知道。注意艳配哦，我，你现在在暗示我们吗？我很明显吗？我很明显吗？我没有小丽你耶，他是点点加撒瓦工的哦。你又知道了，看得出来。大声说出你的答案，就是明雄哥。恭喜你。谢谢。